小墩墩。嗯。又来了。对呀。今天挺早啊。对，今天早上起得很早。哦，你今天打的什么东西啊？这么难吃，我一点都不喜欢吃。今天是葡萄。我不吃葡萄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肉。肉。对呀。那我给你带一块红烧肉。我不吃红烧肉，我要吃螺丝肉。好的好的，我现在立马就去给你找螺丝。好嘞好嘞好嘞，那你快点啊。